这把没死，赌五百美，最后机会。好，我看到了 DJ Yan， 这是你的本名吗？姚，姚低真哦。但我听说英国研究会把本名当成账号在使用的，通常都是白痴哎。你是吗？像我小时候就有个同学，北七北七的，他玩石器时代什么，他名字就取陈志明，人家都以为他乱取的，但那真是他本名，他就是菜市场名，他就是陈志明。查一下这个坑爹货到底坑了几把？没有啊，干他一直赢哎，我懂了，他是激进型的玩家哎，你看他，他只要输就是送到不成人形 ，KDA 走到不行，只要输绝对都是因为他输哎，他感觉很有想法，下次遇到他我们打得激进一点，跟他配合一点，配合激进一波。特哥 P1 干嘛？靠背哦，怎么杀、啊？击败、欸。人家我们葛雷夫也可以打得很激进啊，我们就一直激进的反野，啊，激进的反蹲，啊！哎、欸，可以，可以叫他联系我。送头，好了，感谢兄弟，感谢。哇！哎，真的是个路仔，好爽。哇！暴打啦！在跑，你跑哪里去？你跑哪去？你跟我说。你走哪里去？什么小鱼宝宝在你的好友分类啦，顺便叫旁边那个港仔开台感谢。李欣想吃蓝，我放个眼看你怎么吃。他真吃哎、欸！这波直接硬刚啊，真的精彩！然后吃完我就去弄他，弄他，弄他，弄他。完了，送过来都凉了，操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干张伟的，击败！干也太伟了吧！你他妈！妈的，你他尖我头！几年几月几号？妈的，就讲一个上次你尖我头，这样就没事了，这样就可以抢了。如果记得我就算了，好不好？上周这么近了吗？是那种会捡尾刀的玩家吗？是不是想要送头给我呀？是吗？你是不是想我？哎、欸，闪过来等死这鳄鱼！哎、欸，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好去自杀去死一死。小闪送，他没摸到他吗？叫两个都没闪，这个随便一个 CC 中了他就得死啊！死喽！死死喽！随便中一个 CC 就得死死。所以呢，啊，这李欣估计是哇哇凉了。靠北，我们才说跟中路打得很激进的。喝刀看看，哎、欸，确实是蓝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这蓝美鬼还过来玩？能哦，很牛的。晕我啊，笨蛋！一群喜憨儿，拉个灯笼，恼羞，什么都没做到。这过刀就漂亮了。下路又崩了，怎么帮都没用哎、欸！怎么对面一直做事啊？安妮零二零，卡牌到处飞。哇、欸，这个开局我们打到被逆转、欸，我们要激进的吃预示者。
爽没啊？我队友是不是只剩尾刀功能啊？来哦，直接贯通了。慢慢捡一堆头，然后去送。手皮卡丘，右手使皮皮。来中路吧！哎，每一把 AD 都这么肥、欸。我不是下去蹲一波了吗？还把象塔直接干穿，然后他还是可以击个头。我升级的时候是想要直接买火炮，轰死他们这边巨神。本来想要买 A 切的，稳稳的帮队友上点那个上个扣防。增点血量，不要被秒。但是看跟自己出山，我不出火炮，我难消心中怒火。哎、欸，干掉五百又没了哎、欸！不是，我打一打都会忘记五百这件事情。你们各位不要提醒我，就当做没有这件事好不好？就当做那个人是开玩笑的。我把人拆爽了没？啊，你们被五个人杀过？我没有被五人强杀过。上来给他刷 KDA， 一人一招。我们下台被硬干，来啦鳄鱼，有种下来啦，直接怼了啦，还敢下来啊鳄鱼？打野，士兵115对上65，屌打了两倍的 CS， 并且拿下一条小龙加预示者。这不是打野差距，什么叫做打野差距？给个灯笼吗，哥？别拍死，别拍死！你他妈的！是在拍三小，不太懂。在拍三小 ，AD 围我头，辅助抢我头，是一群乞丐啊，我的队友。安妮没有你送啊，不错。当你看到安妮战机不是负的，他 KDA 大于零的时候。代表这场游戏的胜率应该有80%左右。不演了，不演了，不演了。哎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我。刚才有点想飞我。来啦！哎呦，可以哦，还在拖，还在拖，帮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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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，安妮，秒他，秒他，碎啦，碎，可以八龙，别追了，直接八龙，吃哦，不用客气，啊，安妮是怎样？帮你丢个 A， 很自信。吃掉，吃掉，吃掉。远记得他刚刚跟我同队长什么样吗？他是故意来戳我啊！他对对面那么猛，同队一直送。这刚是那个，我把对面的萨亚打到声音低，然后他交大绝滚上去闪现治疗，然后点不到一下的那个 AD。那
AD， 等下金能再出，真的不用玩了。好、哦，哎，没隐形啊 ，Zero AD 被我暴打，有没有？直接暴打，我都不演。来来来，我扛我扛，进去。真的太关键了！来啊，来啊！哇！红洞烫死，红霸烫死，我们只要盯着凯莎丢他黑黑就好了，其他人根本杀不死我。来啊！哇！没事没事，凯莎秒了，会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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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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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！抬尿尿抬尿尿！可以可以，直接狙，直接狙，别追！小啦，硬要哎、欸！这不是来了吗？他一次来五个，我没有办法。哎呀！哎哎哎，狙不了嘞 ，AD 火了，干嘛、啊？用双剑火了，妈被逆转，一定解决这 AD。啊哈哈，凯莎被踩到，我、哦、这个推可以，那你杀。龙王八二十二，我们开局打得很美，李星 gank 的竟然比我还多、欸，到底什么问题啊？